你喜欢什么消暑活动？最喜欢的消暑活动当然是吹冷气啊。我没有了。嗯，可能的话应该是跟朋友一起去海边玩啊，有一起玩一些水上活动啊，也顺便补充一些平常没有晒到太阳。跟谁去？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有朋友一起去，我一看还好危险啊！跟大家一起去很比较开心啊！我跟大家 OK 哈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受不了。嗯，还有就是吃一些可以消暑的食物啊，比如说刚才说的 ice cream 啊，也许。现在又在吃冰淇淋之前，也在吃点火锅，搭配一下。嗯，差不多吧，就这样。